评委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马燕燕，我今年31岁，我的宝贝女儿今年3周岁。那为什么要来到我妈妈咪呀的这舞台？我是为我的女儿而来的，因为她是一个综艺迷，她认识你们三位，尤其是金星老师。哦，那今天女儿应该跟你一起来，她这么喜欢静姐的话，当然，那就赶快请她来，让就是粉丝和偶像见面呢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宝贝，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赵子恒。他叫赵之恒。赵之恒。我们三个，侬最欢喜啥人啊？就是妈妈。来来，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，来来来，嫂子真过来。对对对。他还是带着礼物，带着很多糖送给你们哦。哎呦。我知道他抱在金星妈妈手里一下子就找到了妈妈的怀抱。然后呢，马燕燕今天要带来哪首歌曲啊？我带来这首歌是我期待。好，马燕燕，那就开始你的演唱。马燕燕唱得很投入，大家掌声很热烈哈。但是我突然觉得金姐抱着你的女儿，感觉这个女儿下半辈子就托付给金姐了，要跟女儿说再见的感觉。不开玩笑，好好养。我们家小儿子可帅了，我小�儿子才9岁嘛，这是3岁吧，很配很配很配。好好给我养着。好。没想到这个女孩3岁，未来就已经被锁定了哈，她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呢。小帅哥哥很帅的，将来金星妈妈挣的钱都是你花的啊。哎，凭我们家亲家唱怎么样？对，我知道这个金姐现在脑子已经一头雾水了。就是淑君老师，你给拿个主意吧，我知道你们家儿子其实长得也挺帅的。对，其实我刚刚也没有认真在听，我一直在想。我儿子差不多1岁，做爸爸的我看到这么可爱的这个小女孩，我也不反对啊。我可以再生一个呗。我觉得你今天达到了最大的目的，就是把你的女儿领到这个舞台，看到了金星妈妈。然后呢，如果要说歌声的话，在我这边就不通过了，对不起啊。金星老师，我肯定通过的。未来的你也有点专，你那没办法，歌声的要求。没有，儿媳妇坐在腿上没感觉的，现在儿媳妇这肯定要通过的呀。金姐，你一直很公正，但你刚才这个决定，有观众会质疑你。那不在乎了，那没办法，女人就这样，做女人就这样。今天我想最重要的是。妈妈帮女儿完成这个心愿了，觉得她应该非常的开心，真的鼓励你明年再来。而且我有一个私心，我希望你明年带着你第二个女儿再来见我，我那时候一定会让你通过。